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去农庄里面了。因为今天不是所有的客人都要来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这边结婚的话都是在农庄里面去的。农家乐就是，没有，在家里面。他们呢早就去了，我们呢就收拾的比较慢，现在才收拾完。在农庄里面了，啊，只是准备做饭了。人都还没有来完，今天早上还早。你们柴也到了，还有猪。都吃完饭了，看，人的大部分都回去了，等一下晚上再回来。因为是两组的话，就是四天四夜。我刚刚呢，回来睡了一觉。这几天呢感冒了，我现在刚睡醒，天已经黑了，准备去农家乐里面了，应该人很多了吧，走了。人挺多的，看。大家早上好，我们现在呢已经在送新娘回那个新郎家了，准备上车了。哎呀，这个还没弄好，这个太急了。车子呢已经全部都弄好了，我们的人呢全部在这里。哎，穿衣服装的，里面有十几二十个穿衣服装的。那现在已经快到新郎家了。妈呀，原来一看不发觉的嘛。聚集一下，然后再上去，准备背新娘了。看，现在呢已经到新郎家里面了，这些是伴郎吧，应该是。晚饭了，准备回去了，等一会儿还要回来。然后我们刚刚回来的时候再把新娘送回来了，新娘呢也要在那边待上几天然后再回来。那边有一两个同伴陪她。